兔子姐姐，孩子烫伤了该怎么办？好烫！怎么了？烫伤了要马上冲凉水。刚烧开的茶壶非常的烫，不可以随意触碰哦。兔子姐姐闻到了一股香味，好香的热奶茶呀！哇！怎么了？烫伤了要马上冲凉水。喝热汤前一定要吹一吹，才能喝。兔子姐姐看到了电熨斗，这个东西好好玩啊！好烫啊！怎么了？烫伤了要马上冲凉水。电熨斗很烫，小朋友千万不可以随意触碰。请看下一集。